综合的艺术，具有新、奇、快、爽的特点，要把很多的艺术因素综合起来欣赏，才能得到美的享受。川剧变脸是运用在川剧艺术中塑造人物的一种特技，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，在川剧中是很绝的一门技艺。世纪在变，思想在变，生活在变，变变变，变出了英雄豪杰齐争先，变出了中华民族信仰万千。Yeah.
中国发出耳提同心的喊，民族和中华民族吉祥万千。